相信大家都是被标题给吸引进来的吧。我知道大家对环保呢都很想尽一份心力，但是一组玻璃吸管的价格真的不便宜，所以我打算呢把我手上这组全新的玻璃吸管用抽奖的方式送给你们。那抽奖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只要你订阅并分享这部影片，然后在下面留言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组全新的玻璃吸管哦。那至于留言关键字是什么呢，我们在影片的最后再跟你们说哟。嗨，大家好，潘。应该是去年吧，我们有拍了一个环保吸管的影片，内容呢大概就是我们有推荐几个环保吸管的材质，刚好我们推荐那个玻璃吸管的厂商这几天呢有传 email 给我，他说他有看到那个影片，哇，他觉得非常的开心，我们也好开心，对，他居然有人会帮忙提倡那个环保的议题，那个厂商呢有看到我们的影片之后呢，他又跟我说。我们又寄了一个改良版的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去年有跟他说什么什么，好像需要改进什么的。是哦，你有跟他讲？我没有跟他讲，是我们去年的影片有这样说。是吗？好像是哦，我也不记得了。总之呢，他就是有 email 给我说，他再寄一个他们改良版的给我，然后很贴心的是，我跟六一呢各有一个。没错，竟然有想到我。而且他们效率超好的，他们前一天跟我说要寄出了，我隔天就收到了。嗯，超级快的。好啦，我们直接把它打开好了。其实我这个影片呢，本来没有想要拍，就是在上个礼拜前嘛，我看到一个又5000支吸管，然后拍影片了。我看到那影片，整个是觉得哇，平常有在省吸管的人，在一瞬间就被它用光光了，好扯哦，物语之品，对，就是觉得很夸张啊，怎么会浪费了大的心血？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打开了，它里面还用粉红色的，一般的纸，哇。还有这个贴纸哎，可以贴在我的笔电上，真的哎，好送你海龟的 logo。那我们收到了两组，加上我们去年有买，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3组。我就想说呢，既然是环保的东西，不如送给你们，然后大家一起用。Okay. 不然多了一组放在我们这里，是不是也没人用？嗯，那不如拿去给大家用。好，是不是还可以再省下一个人的吸管？嗯哼，那这个一样就留给你们抽奖啦。有在下面的留言板，我会置顶，那你们就跟着做就对了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不多说了，直接把它打开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，它就大概是长这样。哇，对，然后它的内容物呢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根它专门用的洗刷器具，然后粗的吸管跟一支细的吸管。对，玻璃的，这个要小心，这个会破，掉地上会破。哦，要小心。如果你们有抽到的话，使用上面要特别的小心啊。嗯，你们到现在呢，一定觉得奇怪，那这不是跟去年的一样吗？哪里有改良了？我跟你们说，细节在哪里？细节在这里。细节藏在魔鬼里。你们有没有跟我遇到一样的状况？如果你想要用这个玻璃吸管呢，然后但是却没有办法直接戳进去，对，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困扰。嗯，真的有在用玻璃吸管的人才会知道，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就会因为这样子，我就想说算了。不要用了，塑胶。但是它这次有特别改良哦。对，这就是改良的重点。没错。哇，你跟你讲，细节就是它的头里面，这里，这是它的包装头，你们看到吗？它的盖子，它有一个尖尖的，这里这个头呢，就是专门设计来擦摇摇的这个表面的。没错。然后你们一定会跟六一遇到一样的困扰，刚好你们的头有尖尖的地方可以使用，就这样子。哎呦，直接打开。跟一般塑胶吸管听起来声音一样哎。对，直接打开。你擦均匀给大家看。对。哇，完全契合。轻轻松松。那个洞跟那根吸管完完全全 perfect。只是这个你们还是要记得吸。对，我感觉用玻璃吸管喝起来会觉得吃感啊爆了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玻璃吸管的妙用之处啦，还有它的改良版，它的头非常的厉害，很方便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在饮料方面呢做一些环保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大家一起环保，还要再补那个5000支，很累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如果喜欢记得帮喜欢记得分享，不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大家一起救海龟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